我来教你一招。首先我们选择三枝荷花，将三枝荷花分别形成一个高低高瓶口的位置，用我的牙签穿起来。荷花杆一分为二，左边套一只，右边套一只，比量瓶口，剪到合适位置，固定好了。然后我们将上边的两朵荷花打开，再拿出我们刚刚剥好的荷花，一个短的，一个长的。关注远征交叉花，做不一样的花。